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呢，在这么大热天哦，抽空来参加我们这个卡西欧 Extreme 自拍神器 TR15 的这个新产品发表会。哦，也非常感谢西欧卡普教授哈，亲自带团呢，从日本东京远道而来。我说那个原厂本部对台湾市场、台湾的卡西欧爱用者的重视，还有对群光电子的全力支持，感谢你们。TR15、TR10，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新时代的族群而设计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有很轻巧、亮丽的外形，各位看就知道，各位看就知道，哦，让你很喜欢随身携带，要喜欢哦，因为它很亮丽。要能够方便哦，因为它很轻巧。哦，第一个让你能够随身携带。第二个，它有很特殊的机构设计，让你随时随地不用这个三脚架，你可以在任何角度、任何地方自拍。我把你自己放在你的作品里面。哦，这是第二个它的特点。第三个呢，它很强的就是照相功能。它有很大的广角，让你拍的这个景色又广又美丽。卡西欧 Extreme 系列相机是我们群光电子全力推展的优秀相机系列，我们会继续跟日本卡西欧本部密切的合作，陆续的推出很优质的数位相机来分享给所有的新世代朋友们。今天再次感谢各位，真的是大热天了，而且能够在这个中午时段呢拨空到会场来参加我们的发表会。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怎么说呢，它的操作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它有270度的一个角度的功能，所以呢要自拍的时候你是可以用自由自在的这样子，可以直接来做旋转，或者是如果你要这个啊都可以挂在衣架上面拍都可以，所以呢它会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好用的一台相机。哦，除了270度，其实刚艾莎走秀是大家都有发现你一直在翻转在把玩它，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功能可以翻转很方便之外，其实我们这一台还有一个很厉害，就是美颜模式。艾莎有体验吗？有，这一台相机呢里面会有一个美肌跟美白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平常要出去外面跟姐妹她们喝下午茶的时候，如果万一没有化妆真的不用担心，各位可以看一下后面这个。这个呢我是用那个美白跟美肌功能拍的，其实我都没有化什么妆，但是看起来皮肤是还蛮好的，而且气色非常好。对，就不用担心啊我有黑眼圈啊有痘痘啊这些问题，是真的不用去担心了。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修图，直接拍出来就直接上传的吗？对，这么厉害，看起来好厉害，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光看照片我觉得不够真实，我想要跟艾莎合照一下可以吗？好，没问题。我想直接看一下美肌有多厉害，你们知道吗？超级厉害，直接帮你们见证一下。另外呢，它的美白是那个你可以自己调整，这边有加强啊，减少一点。如果你觉得太白或者是太黑，你都可以自己调整了，非常厉害。我们来自拍哦，好，一二三，有哦。好，但是我们从大家可能从这个荧幕看不太出来，但是我这样实际看，我觉得画面非常漂亮，而且皮肤看起来很无瑕。嗯，但是我想要问一下。
子呢，我这样子看完这个美肌之外，听说它还有一个画画的功能很厉害。对，它画画非常厉害哟、哦。它这样拍完之后呢，你就可以马上在这台相机里面就可以直接画画了。我想要问一下，这个照片可以传给我吗？可以。因为我今天跟你合照，我觉得很开心。我想你可以传给我。那我手机现在拿在手上，你要怎么传给我？其实呢，这一台相机厉害的地方是它有一个 wireless 的功能。这个 wireless 的功能呢是，最多可以8个人一起 share。所以呢，意思是我现在这个照片如果要传给你的话呢，立刻就马上传给你了。马上传给我。对。传好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呢，我跟艾莎拍的照片，直接对，我看是不是很方便？直接传过来，太方便了吧！而且你前后花不到1分钟哎。对，有手机，你有 iPad 啊，都可以马上可以连接到你。你秀一下你的照片给他们看，我们两个是同一张照片哦。哦，相机的一个功能，怎么操控？来给大家看一下，也是用 wireless 的。先把这边的打开之后呢，就是摄影打开之后，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画面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相机的图案啊，就是那个手机的图案，点进去就会有一个 wireless 的功能，就把它挂在上面。好，挂在衣架上，很神奇哦。很神奇，我现在在连接你的讯号，是好。今天现场因为相当多讯号，所以需要稍微等一下下。但是其实平常接到了。其实平常自己在家里使用的话，不需要等这么久，马上就可以直接开始。对，我看到了，你们有看到这个画面吗？在我的手机上面有没有看到？是这一台 TR-15 拍出来的画面哦。嗨嗨，有看到吗？不是，因为我的手机在我的手上哦。过来拍的哦。那我想要问一下艾莎，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远，我不想要拍到摄影大哥哦。其实它可以操控，这边上面呢会有那个 W 跟 T 哦，它可以拉近是不是？对，拉近，有看到吗？它可以拉近，有在拉近它的镜头哦。那如果要拍的话，是直接就可以拍了吗？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摆一点不一样的 pose， 你可以在手机里面看得到画面。所以呢，好像是又是自拍，对，但是好像有人在帮我们拍照的感觉，它就可以直接上传了。对，就可以直接连到 Twitter 啦、Facebook 啦，还有就所有的可以直接传出去，对不对？好方便哦。介绍现场的女生应该为之疯狂了，有没有？现在女生都非常爱自拍，不止女生了，真的，男生也是。好，所以真的非常谢谢艾莎今天的分享，因为听完她的分享，我觉得很多女生内心在尖叫了，有没有？好想要有一台新的 TR-15。感谢各位的莅临，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期待这一台在还没上市就已经造成非常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机器，它到底跟其他的相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各位说明这台相机它的魔力。卡西欧 New TR，我们这次发表的总共是两个型号，一台是 TR-15， 一台是 TR-10。 TR-15 是有搭载无线传输功能的， TR-10 它则没有这个功能。轻 TR 整个的外观，整个的制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车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品，除了可以拍照之外，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收藏的一个非常有质感的一个所谓的流行的一个商品。
整个的外观的车工真的是达到艺术品的一个那个程度。同时，我们也是全球唯一一台在消费性数位相机里面搭载超级无敌，我讲的超级无敌哦，这是非常非常宽的一个21广角厘米的镜头，这是在消费性数位相机里面唯一有这么搭载这个镜头的。既然身为所谓的自拍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所谓的自拍快门键，它可以让我们的自拍的人可以更轻松、更方便的做所谓的拍摄的一个拿捏。我相信很多的自拍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当你手伸出去以后，哇，你要去触碰萤幕，你会不方便。但是呢，我们这个键呢，它就坐到机身的旁边，你很非常方便，在你的握手的旁边，你就可以做拍照。同时呢，我们的液晶萤幕是一个高达92万画素，所以你的画面可以在我们的液晶上面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呈现。数位相机触碰面板通常是其他消费者会很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触碰没有那么的敏感。我们的 NewTR 系列全部搭载跟所谓的智慧型手机一样，是电容式的一个触控萤幕，所以你的操作的便利性、滑顺性其实是跟我们的智慧型手机是一样的。当然提到卡西欧，我们一定要提到我们超强的核心引擎技术，在我们的 NewTR 系列一样是有搭载卡西欧享负盛名的高速处理引擎，因为这一颗引擎它可以让你的影像，让你拍摄的人可以拍得更轻松、更方便。卡西欧在所谓的美颜的模式，我相信应该是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在我们的所谓的美颜本身就有具备0到12级的一个所谓自我拍摄者的需求的设定，在 UTR 我们更加入一个今年创新的，我提到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美白功能。NewTR 除了有美颜加上美白，我相信这台相机它可以让真正所谓的女性朋友不用化妆依然可以拍得非常漂亮、非常美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所谓的标准的模式没有做任何美颜美白的模式的照片，跟所谓经过美颜美白出来的相片，真的是素颜都可以拍得非常漂亮。 NewTR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无线传输的一个功能。透过这个无线传输，除了你可以一次可以有8个行动装置，我强调是8个行动装置，包括你的手机、你的平板电脑，只要你有任何 WiFi 支援功能的任何的行动装置，可以一次8个装置同时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同时下载我们 Casio X-Link Remote 的这个 App 程式，你可以享受更强大的一个所谓遥控拍摄功能，就如同现在这一段影片所播放出来的。我们把相机放到任何一个地方，透过这个 App 软体，你可以从你的手机或是你的平板可以观看到你的画面，所以你的拍摄者你可以更自由发挥你的 pose， 你没有任何的空间的一个限制。就如同我们照片显示，你可以任意的摆你的 pose， 透过无线你也可以传输到你的手机或是平板，把这些影像传输到所谓的 Facebook 做一些分享。 NewTR 除了前端的拍摄，我们也很相信所谓的后端拍摄的一个乐趣，所以在我们的 NewTR 系列，我们一样有具备所谓的涂鸦的功能，就如同你的智慧型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你可以在你的相片上面任意的发挥，而且我们有内建一些图腾，你可以把这些图形贴到你的照片上面，可以更发挥所谓的拍照的乐趣。除了涂鸦的功能之外，我们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场景模式，例如所谓的闪亮的模式，可以让你的照片会更丰富、更亮丽。 u
Media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符合自拍者需求的机器，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魔力？我接下来由主持人带领各位一起去享受它神奇的地方。